5月17日，据媒体报道，吴卓林与 Andy 在旺角狼豪坊拍拖，还当街搂抱，遇到香港开电视采访队，他们接受访问，提及台湾通过同性婚姻专法，他们都赞好，但没打算去台湾生活。对于 Andy 在网上留言，希望吴卓林找回父亲成龙，以免被冠上私生女称号，吴卓林不做回应，还问他会不会跟妈妈吴绮莉前往拜祭婆婆，吴卓林继续沉默，没有回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